你吃不吃得好啊？也没什么意外，也差不多，反正。山药。山药吃不吃得好啊？山药是不是得好啊？我们。你这边是啥？十个。十个小姐，你们说经济。十个什么呢？那我们。那就只讲一声。十个球啊，随便你们。 要不你给我找掏出几样出来呗？我搞完了，几样还是那一张？一些。啊，几样要很熟，他都不会上。我说，我说，你那红红球的，我说，哎，这不。红红球啊？
在那个深圳路那的。装了。有点油哎，工资肯定是蛮高。希望是管，我估计吧。胡蒙修脚的。我知道这么多胡蒙修脚。我们管大店的。那个结果是用那个甲沟炎的位置。我两个月以前修过的，在南海修的。是我妹妹打电话，她给我修脚的，专门让跑过来过去的。一去要六七十七八。那现在都不能知道了。是哎，就那个时候。现在不能知道。现在反正修脚的师傅在万达店的话，六七十八起，都会是怕死，还是谈都不谈的。他上门来修，我们那七八十块钱。两个月以前修的，差不多也就是那个时候啊。这个二货蒙人了，没跑人，没跑酒，我每天跑，我大概每天跑酒跑了有个一两个月了，这个不高，两三个月，跑了有用，这个不高，跑有用，每天下午，小酒人啊，跟那个说的一般，一般都要说说有那个跑的，反正我每回都是啊，在乱小酒喜欢乱这个说。因为灰是灰质杆儿哦。对，我是灰来。哇！我修就修完了，都是我修的，我外头。我后来在二。